接着马上就进行我们 popping 赛的 judge solo。OK， 然后我们首先为各位介绍这位呢，就是我们布咕噜森的好朋友霸屏姐。
好的，我们最后一位评审老师呢，就源自我们美国来的，我们号称这个埃及皇协会世界协会的这个会长，我们的 Junior Bugler。
头有够痛。